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雨熙，很开心今年作为心动侦探来到了心动的信号。听说这里有甜甜的糖，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接受到甜蜜暴击。荒野孤楼需要颗糖吗？当然需要啦，所以我来了，期待和大家一起真情实感的磕 CP。心动的信号第三季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